前不久，中国九三大阅兵，想必不少朋友也是守着电视看直播了吧？这场阅兵，中国政府也是做足了准备，亮相出的各种武器让火力军大饱眼福。尤其是作为中国下一代的主战坦克，一百式坦克更是在网络上炸开了锅。不少人认为，这辆坦克将会引领下一代坦克发展的潮流。也有,有人觉得，一百式之后还将有新的坦克决定坦克发展的未来。那么，这辆中国最新的主战坦克究竟有什么样的性能？ 它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对战争的理念有所改变？欧美各国研发的新一代坦克又会掀起怎样的陆战革命？要真正读懂一百式坦克，我们得先看懂今天的战场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最近几年，俄乌战场上一个残酷的现实被反复验证：传统的以重装甲硬碰硬为核心的主战坦克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过去，坦克的头号天敌是大口径穿甲弹。 所以大家都在玩命的堆装甲加口径，玩起了矛与盾的内卷游戏。就像中国的九九 A 是主战坦克，就是在这个旧时代逻辑下的巅峰之作。但问题是，时代变了，游戏的规则也变了。现在坦克的敌人可能是一架几千块钱的 FPV 无人机，从天而降直喷坦克顶盖；也可能是一枚标枪反坦克导弹，飞出几公里，画个抛物线专攻顶甲；也可能是一颗智能反坦克地雷，在你路过时从地底钻出来开罐头。这些新威胁让传统主战坦克那套。 甲弹对抗的设计哲学一夜之间变得漏洞百出。坦克这个曾经的陆战王者，在新的战场环境下开始沦为了昂贵的移动棺材。那这仗还怎么打？总不能真就拥抱坦克无用论。世界属于无人机吧？这就是一百式坦克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它的出现不是对九九 A 的简单升级，而是一次彻底的陆战革命。它的战场定位不再是冲在决战第一线的重甲骑士，而是融入整个作战体系、负责精准击杀和信息支撑的网络化节点。 看懂了这个定位，我们才能理解它身上那些颠覆性设计的真正含义。从一百式首先做到的颠覆设计，就是从之前的堆护甲到保成员的理念变化。毕竟再厚的装甲也无法保证绝对安全，那不如换个思路。一百式的核心思想是车可以损失，但人必须回来。这就是它采用无人炮塔和双人成员装甲舱的根本原因。它把炮塔这个原先最容易被攻击、最容易讯报的位置，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无人武器站，而两名成员则被安置在车体前部。 一个被层层防护包裹的安全胶囊里，与弹药实现完全的隔离。这种人弹分离的设计，彻底改变了坦克的毁伤模式，而不会发生俄罗斯坦克的载人航空事件。不过，这种改变实际上是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现代火力面前，坦克被击穿是高概率事件。与其追求不可能的不破防，不如追求更高概率的成员生还可能性。这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战争价值观，即最宝贵的资产不再是武器，而是训练有素的成员。 第二个颠覆则是从之前的被动挨打到主动侦查的感知革命。传统坦克为什么怕无人机和伏击？因为它是聋子和瞎子。坦克的感知范围一般就局限在车长镜那小小的视野里，一旦被敌人率先发现，就瞬间陷入被动。而一百式的对策是把战场变透明。它炮塔上的四面相控阵雷达，配合上光电和激光探测设备，构成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全景探测。这套系统让它从一个被动的目标变成了一个主动的猎手。它不再需要等敌人开火才去反击。 而是能在导弹发射、无人机起飞的瞬间就感知到威胁，紧接着 g 1 6主动防护系统就会接管战斗，发射拦截弹，在安全距离上引爆敌方炮弹，这就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作战体系。一辆一百式坦克凭借其强大的感知能力，甚至可以充当一个区域内的哨兵，为伴随的步兵战车甚至整个装甲集群提供防空预警。从这儿开始，战争比的就不再是护甲强度，而是信息侦探。而一百式带来的第三个颠覆革命，就是一百式为什么要减重，为什么要搞混合动力，开始讲起。 拜现代科技所赐，传统的坦克集群冲锋战术，在今天这个卫星、无人机满天飞的信息透明战场上，无异于裸奔。巨大的噪音和红外特征，更是会让坦克集群的作战意图在几百公里外就暴露无遗。而一百式则没有太大顾虑，得益于自身那四十五吨的体重和混合动力系统，一百式有着前所未有的战术灵活性。它可以利用运输机进行快速战略部署，可以适应更多样的地形。更重要的是，在纯电驱动下，它甚至可以化身战场刺客。 电机驱动噪音小的特点，让它能渗透到敌方前沿，利用其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锁定高价值目标，完成精准打击后再悄然撤离。所以，一百式会改变原有的作战体系吗？答案是，它的出现本身就代表了一套全新的作战体系。在战场上，一百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火力单位，而是新体系中的一个传感器和火力终端。它需要无人机为它提供超视距侦察，需要后方指挥中心通过数据链为它更新战场信息。 他自己则会将感知到的威胁数据实时分享给作战网络中的每一个单位。它的出现意味着未来的陆战将从坦克对坦克的平台对抗彻底转向作战体系对抗作战体系的网络化战争。那么，当中国的一百式已经带着全新的玩法上场时，其他几个国家又将如何应对这场巨变呢？如果说一百式的出场像是对旧日规则的破壁者，那么其他几个国家则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各怀心思的战略博弈。 而作为军事力量第一位的选手，面对下一代主战坦克该怎么发展的问题，美国的策略就突出了一个字：稳。他们推出的艾布拉姆斯 X，严格来说并不是一辆准备量产的全新坦克，而是一个新技术试验车。和一百式坦克相同的是，艾布拉姆斯 X 同样采用了混合动力、无人炮塔、多人乘员舱这些时髦的设计。目标就是在大幅减重的同时，把这些新技术到底靠不靠谱、有什么坑、有什么坑都先踩一遍。不得不说，美国人这个算盘打的是很精的。 先用埃布拉姆斯 X 这样的平台，把所有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都摸清楚。等技术完全成熟了，再挪用到真正的新项目上。这种小步快跑、逐步迭代的模式，优点是风险低、根基扎实，但缺点也同样明显，那就是太慢了。与中国的一百是那种将所有下一代技术一步到位，直接整合出一个现役平台的跳跃式发展相比，白宫显然是选择了更谨慎、也更耗时的道路。而第二位选手俄罗斯，那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作为下一代坦克的先行者，提到未来坦克时，无论如何也绕不开 T-14 阿玛塔。当它在2015年首次亮相时，他的极具科幻感的无人炮塔和独立成员舱设计，可以说给全世界的坦克设计师都好好上了一课，堪称是下一代坦克概念的开山鼻祖。然后呢？呃，就没有然后了。阿玛塔的故事最终成了一个讨论理想与现实差距究竟有多远的案例。尽管俄罗斯最初计划在2020年前装备 T-14 超过2000辆。 但这个宏伟的目标却撞上了两堵冰冷的现实高墙，那就是没钱、没实力。T14 阿玛塔高昂的单位成本，让好战的俄罗斯人也能头脑清晰地冷静下来。更别说在西方制裁下，高端光学元件和芯片的断供，对于俄罗斯更是釜底抽薪。最终结果就是 T14 至今也未能实现量产，而是成了阅兵明星，偶尔在一些宣传活动里露个脸。 在残酷的战时需求面前，俄罗斯不得不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升级和改造数量庞大、皮实耐用的 T 七二、T 八零和 T 九零身上。可以说，阿玛塔为全球下一代坦克设计提供了概念验证，但他也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工业体系和经济实力来支撑，最终就像是井底的月亮，能捞出来再说。而来到第三位选手欧洲时，火力军只能说，欧洲的下一代坦克之路走得尤其纠结，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分裂。 一边是法德主导的 m g 4 s 地面主战系统，这是一个着眼于2040年后的宏大计划，目标是打造一个包含人工智能、激光武器、无人机协同的重型履带战斗车辆家族。听起来很科幻，但问题是，这个项目从启动至今，法德两国一直在坦克炮口径的选择上争执不休。法国想用威力更猛的140毫米炮，德国则坚持更成熟的130毫米方案。总之，理想很丰满，但漫长的研发周期和复杂的内部协调，让 m g 4 s 成了永远在路上的典型。 而另一方面，眼看法德 MGS c 计划遥遥无期，德国拉着意大利等国搞起了新的计划。毕竟法德屏障是德国，德国屏障是波兰，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波兰。最终由德国牵头，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国计划在成熟的豹尔坦克底盘上整合新技术，搞一个能更快见效的替代方案。德国背着法国勾搭意大利，这就有意思了。一边是只看未来的幻想计划，一边是立足现实的务实设计，两条路线同时进行。 完美暴露了欧洲防务合作中复杂的内部博弈和战略焦虑。不过，当欧洲还在为究竟该支持谁而争论不休时，中国的一百式坦克可是已经在服役了。怎么说呢？欧洲的各位开眼看世界吧。至于日韩印等国具有各自特点的特殊玩家，除了中美俄欧这几大主角，其他国家的探索也同样充满了故事性。比如韩国的 K 三坦克就大胆地计划采用氢燃料电池，主打一个极致降噪，它的噪音和热辐射极低。 但这种剑走偏锋的设计也带来了巨大的后勤挑战，毕竟在炮火连天的战区里，上哪儿给它稳定供应娇贵的高压氢气？而且氢电池如果受损的话，那可真是战场上最亮的花火了。至于中国的邻居印度，则是带着一颗大国雄心，启动了名为“未来坦克 FMBT” 的宏大计划。从纸面上看，印度的 FMBT 项目可以说是紧跟潮流：无人炮塔、三人成员舱、混合动力、主动防护系统等等。 这些时髦的概念一个都不少，计划的目标也是为了取代庞大的 T C 二老旧坦克群，实现印度制造的伟大复兴。但是，一提到印度自研坦克，很多军迷恐怕都是会心一笑。毕竟，在这个计划前，宣称实现印度制造伟大复兴的可是那个史诗级的项目——阿琼主战坦克。一个耗时超过三十年、一路坎坷不断、超重问题从头到尾没解决，最终也没能扛起主力位置的印度国产之光。有了阿琼立下的光辉榜样。 FMBT 项目未来的道路会怎样？恐怕没人在乎。毕竟，对于印度军工来说，画出一张漂亮的 PPT 和造出一辆可靠的现代化主战坦克，中间可还是隔着好几辆阿琼的距离。好了，盘点完了一圈军事强国和一个凑数的大国，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成品都摊在桌面上，来一场终极对决。当中国的一百式坦克遇上美国的艾布拉姆斯 X，俄罗斯的 T 幺四阿玛塔和欧洲的正在进行计划，我们到底能看出些什么门道？ 把这几款下一代坦克的成品或方案摆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无人炮塔、混合动力、主动防护、成员安全舱等等，这些核心科技大家基本雷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未来坦克该怎么走？在顶层设计上，全球的军事强国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换句话说，如果是在考试，那就是基础题，谁都会做。但真正的差距就体现在完成的速度和质量上了。而一百式坦克的快，就是它最大的杀手锏。 当美国的艾布拉姆斯 X 还停留在技术演示阶段，欧洲的 MGS 还在为用什么炮吵得不可开交，俄罗斯的 T 幺四因为没钱没技术而无法量产时，中国的一百式已经是一个形成战斗力的现役平台了。这背后体现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一种强大的系统整合能力和国家战略执行力。它意味着中国军工已经有能力将一系列此前仅停留在概念或实验阶段的前沿技术，成功的捏合在一起，并快速转化为现实中的作战能力。 回顾中国的坦克装甲之路，以及从跟跑并跑的格局到局部领先开始领跑的军工实力体现。其次，则是设计上的差异。如果说艾 l 拉 m 斯 X 和 MGS 更像是对现有坦克平台进行魔改升级，在保留传统坦克诸多特征的同时嫁接上新技术，那么一百式则是从零开始搭建的全新平台，尤其是全球唯一的双人车组这个设计，堪称是最大胆的一步。它意味着一百式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步棋风险极大，收益极大。它不仅能最大化的解放人力，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坦克的训练、后勤和作战编组模式。从这一点也体现出了中国军工的战略决心。他们不仅是制造了一辆新坦克，而是重新定义了一套新格局。而反观俄罗斯 T-14 阿玛塔，就属于他设计的最早打响了无人炮塔的第一枪。但随着它的沉寂，恰恰给我们提供了最深刻的教训：一场军事革命，光有天才的设计是远远不够的，它更是一场国力、工业。 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综合大比拼。从这个角度看，一百式的公开亮相其战略意义甚至已经超过了武器本身。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全球各个国家在应对这场百年未有之陆战大变局时各自不同的战略抉择、工业实力和现实困境。中国唤起了浪潮，而浪潮之下才会知道究竟是谁在裸泳。那么，一百式坦克的出现到底会把战争引向何方？火箭军认为，一百式的出现预示了未来陆战的几条新规则。 第一点，信息网络就是战力。未来的坦克不再是独立的作战平台，而是作战网络中的一个信息节点。它既是传感器，也是火力终端。战争的方式也将从平台对抗转向体系对抗。谁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更强，谁的决策更快，谁就掌握主动权。第二，则是生存为主。单纯依靠被动装甲硬扛敌袭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主动防护系统将成为标配。而新的防御逻辑也不再是能扛住多重的打击，而是能不能在打击命中前就将其拦截。 从被动承伤到主动止损，这是生存哲学的根本转变。第三点，隐身作战将是主流。混合动力、新能源等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战术隐身，更低的噪音、更低的红外特征，意味着更强的战场生存能力和偷袭能力。在发现及摧毁的未来战场上，如何不被发现将成为与火力同等重要的课题。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一百式的出现，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将其他人还在验证的概念变成了现实。 这背后所展现的战略决心和工程实现能力，更值得其他国家深思，尤其是一众欧洲国家。毕竟，无论计划做得再好，拿出成品才是关键，总不能人家打上门了，你给敌人看 PPT 吧。当然了，这场由信息主导的陆战变革才刚刚拉开帷幕，或许还会有黑马拔得头筹。好了，关于下一代主战坦克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哪种发展路线更能代表未来？ 或者你心目中的下架坦克应该是什么样子？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巨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剃须手慢无，赶紧去抢！